哟，大家，大阪的第二天，我在 USJ， JX USJ 这边下雨。然后现在是早上的大概7:30左右，待会看看它会不会晴雨吧。哇，我有点吓到哎，雨天吗？不是，怎么还是蛮多人的？你看，好多人在排队。哇，真公路远的冲啊！我现在第一件事就是要去买妙蛙种子。哇，超多人的，你看后面下雨天还是这么多人，好兴奋哦！冲啊冲啊！哟，大家，你看这是宝可梦的那个摊位，耶！然后因为我们一入园，我们就开始来问工作人员，因为还没有开嘛，那时候大概9点左右会开，然后所以我们就排了第一位，然后我们排了之后可能会很多人，现在还有超多人入园的。开档了，开档了，兴奋兴奋，我们都成为第一个可以买这个妙蛙种子，你看多可爱，然后现在只需要1000元就可以买到了，一个，两个。三个，哇，为了买一个皮卡丘的包，还有那个就是 Squirrel 的吉拿棒，然后你买妙蛙种子可以跟他说，哦，我要这个饮料跟这个就是妙蛙种子就分开，就是饮料不要装里面，那你就有一个全新的妙蛙种子，他也会开给你看里面，里面是没装东西的，就是还干净的这样。现在早上9:11。雨终于停了，太好了，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在环球的一天。兴奋没有？雨停了，开心了，开心了。还有一位，哇，史努比园区。因为我们的那个马里奥抽到时间是10点，然后哈利波特是下午，没那么快，所以我们先逛逛其他园区吧。哇，这里好缤纷色彩哦。刚好遇到他们出来，史努比。超多人了，马里奥超热门哦！哇，终于进来了马里奥的世界，哇，兴奋！我潜进这个马里奥的隧道，哦。哇，来了来了来了，马里奥的世界。现在我们在排队要买那个马里奥的爆米花，给大家看看下雨天的园区里面长这样，大家都雨伞雨衣的，然后有些鱼还超可爱的，即使是下雨也阻挡不了我们。看前面超多人排队的，我们买快速通关直接进来，你看すごい。哇，很酷，很壮观呢。
们准备要出发了。现在我们在排队要进去马里奥这个餐厅吃午餐，然后这是我们很早之前就跟店员拿了这个整理券，那我们就可以依据这个整理券上的时间，就是进去享用午餐啦，期待期待。准备点餐咯。起哇，这酸 lemon lemon 是什么？那酸？那个 ？Yep. Then this is your number. Okay, please put on the table. Okay. Okay. Please keep your drink, but drink one.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I'll take a picture. Oh yes. Okay. 哇，这个很可爱耶，这个。提拉米苏。呀，有人变一起了吗？哇，好可爱啊！咦，我的午餐来了。然后这杯东西超酸的。这是 teriyaki chicken rice， 好吃，看起来。可以，鸡肉很嫩。帮你 OK。终于，我要去上学了，我梦想的学校。我看到了，就在前面。来了！天哪，不敢相信，有一天我真是来到这里了，哇，太棒了！跟着我去上学吧 ，Go， Let's go！ 哦，哇哦！校长。Hello， 校长。哦、oh, ，Sorry， 我不是这边的。Ravenclaw 的宿舍在哪里？来到霍米尔村 ，Butter Beer 是一定要尝尝看的吧？你还可以选择。要把杯子带走。欢迎收看 ，I want butter beer， just butter beer。拿到了票之后，来这边交换一杯 butter beer。欢迎收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样就可以拿到一杯 butter beer 啦。我觉得是蛮好喝耶，有点咸又有点甜甜的。结束了今天一整天在环球影城的时光，耶，开心开心，现在来
开了这个环球之后，结束健行程回旅馆，大家下次影片见喽，拜拜。